玩一样。时间来到2015年，在高四毕业后，布伦森对升入哪所大学难以抉择，是前往位于家乡的伊利诺大学，还是去对培养后卫更有心得的维拉诺尔大学。经过一番抉择与了解后，布伦森最终选择加入维拉诺瓦大学。布伦森的成功与他的努力与吃苦脱不了干系，但他的家庭关系为他创造的机会同样重要。大部分孩子无法做到像布伦森一样穿着科比送的圣诞节球鞋，或是与詹姆斯和保罗勾肩搭背，亦或是在2010年父亲在公牛做助教时打一个电话就能让布伦森到球馆与罗斯和诺阿一同训练。在升入大学后，布伦森开始明白了父亲的用心良苦，他知道父亲是最懂他最在乎他的教练，不管是他的人生规划亦或是篮球训练中都是如此。在大学的三年间，布伦森继续诠释着什么才是人生赢家，他继续收割着能拿下的所有荣誉，大一就成功被提上球队首发，同时帮助球队拿下久违的 NCAA 总冠军。布伦森努力地扮演好领导者的角色，他学会了如何与教练交流，与队友沟通，这也让他对控球与节奏掌握上有了不小的进步。大三那年，布伦森带着场均 18.9 分、 4.6 助攻、 3.1 篮板的数据，继续收割着各式各样的奖项，大东区年度最佳球员、大东赛区冠军、全国最佳球员，布伦森一个一个将他们从名单中划掉，带队打出无懈可击的36胜。在他穿针引线下，全队六人场均得分上双，其中有着五位日后的 NBA 球员。在来到 NCAA 锦标赛后，他们势如破竹，场均净胜对手 17.6 分，三年内两度拿下 NCAA 冠军，这是属于维拉诺瓦与布伦森的完美赛季。从高中到大学，他都交出完美的成绩单。如今的他把目光放在了更高级别的赛场上，但当布伦森宣布参加选秀后，外界的目光却放在了他的队友身上。由于布伦森的身高缺陷以及防守弱点，让一众球探开始怀疑布伦森能否适应 NBA 级别的比赛强度。当自己的三位队友的名字被喊出后，球员生涯畅通无阻的布伦森心中也不免开始忐忑起来。我们在次轮选到了一位首轮秀，独行侠管理层兴奋地说道 With the 33rd pick in the 2018 NBA draft, the Dallas Mavericks select Jalen Brunson from Villanova University. Dallas Mavericks.Jalen Brunson won every award there was to win this year, led his team. 终于在次轮被独行侠选下，布伦森心中松了一口气。他知道自己未来的路并不好走，他无法像过去那样依靠天赋，而独行侠选择他的原因则是看中了他那非常沉稳的打球经验。这也使得布伦森在场中的表现并不像个菜鸟，他迅速获得了球队管理层的信任。新秀赛季，布伦森就能交出场均 9.3 分、 3.1 助攻的数据，同时作为一名控卫，他的失误率也极低，场均只有 1.2 次。在他生涯的前三个赛季，出场率很高。同时，虽说此时的他并非球队首发，但却拥有着稳定的上场时间。布伦森十分清楚自己在球队中的地位。直到第四个赛季，蛰伏已久的布伦森终于迎来了爆发。21-22赛季，独行侠十分坎坷，队内首发控卫受伤，赛季报销，这也让布伦森有机会成为球队首发。他与东契奇和丁威迪组成的达拉斯三剑客，没想到这样的组合却打出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赛季结束，以西部第四闯入季后赛，首轮面对爵士，但前三场队内核心东契奇因伤缺席。正当人们认为爵士能抢占先机时，结果半路杀出了个布伦森，他一次次撕裂爵士的防线。在东契奇不在的三场里，他以场均32分、 5.3 助攻、 5.3 篮板，帮助独行侠稳住战绩，手握2-1领先。待到东契奇归来，布伦森依旧能证明他仍旧是独行侠最重要的得分手之一。来到次轮，面对常规赛战绩第一的太阳，布伦森延续之前的高效表现，随队大战七场爆冷击败太阳。独行侠也时隔11年重返西决，虽说不敌勇士被淘汰出局，但布伦森的表现依旧让勇士对此祭出专属的防守策略来应对他。很多人认为布伦森的成功是一鸣惊人，然而他的成功是早有准备。这年季后赛的表现也注定了独行侠留不住他，最终在
2022年休赛期，布伦森与尼克斯达成了一笔4年 1.04 亿的合约，成功入主纽约。在来到纽约后，布伦森的进攻火力更进一步，场均24分、6.2 助攻，并在4月1日与骑士的比赛中砍下生涯新高的48分，最终以单赛季4次砍下40加的得分，超越马布里，成为队史最佳。从高中与大学万众瞩目的明星球员，到 NBA 的二轮秀与独行侠的板凳球员，到如今的尼克斯的绝对核心，布伦森的篮球生涯有过高光，也经历过低谷。但想要成功，他势必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在纽约的镁光灯下，他将会承受更多的压力。但不要忘记曾经家中的那段话：唯有努力与汗水才能成功。希望布伦森在纽约能够带给球迷更多的惊喜。好了，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是四分卫，关注我，持续带给大家更多关于篮球的故事。我们下期再见。